各位美容師，這個全新的美容箱一幫大家做生意了，有需要的 call 我啦。現在放一隻 Poodle， 位置剛剛好，還有這個箱呢去旋轉呢，可以拿上來啦，方便大家攜帶的。最重要就是你不需要帶台啦。咁裏邊有啲乜嘢咧？可以放到個，架餐都好多。嗱，裏邊可以放到個電鏟啦，成套鉸剪啦，有磨甲器啦、梳啦、磨腳板底毛啦，擺到個蚊耳毛粉啦、止血粉啦、指甲钳兩個啦，有橡筋啦，有好多嘅擺落刀頭，仲有毛巾、口罩，同埋幫狗仔清潔耳朵、面棒。下格有咩咧？仲要擺個吹風機，有風筒。吹風機，有大家需要的頭罩、喇叭嘴，如有需要大家聯絡我。這個箱放屎垃圾都綽綽有餘。咁去到客度又唔使攞台啦，隨時360度旋轉，咁放翻呢個落嚟。咁呢支棍亦都有調校，調校三節嘅，一支杆咧可以放落嚟嘅。放低一節，再放低多一節，咁再拎起呢、這個箱，沖美容箱就可以行得噶啦。輕輕的腳落去，好拉得，大家美容師就可以做嘢噶啦。放低佢，個轆咧都有個固定掣嘅，四個轆都有嘅，只要揦落去，佢穩定咗噶啦，佢就唔喐得噶啦。咁做嘢嗰陣時候可以將呢個放翻落去啦。